哎呀，现在我走到这个地方啊，发现气场相当的强大，汇聚了各路的精英。这个方位感觉上有重要事情来发生，让我坐一下。好，哇，看到这三位的面相，气宇非凡，浓眉大眼。哦，好，有的没有了，好，那也不重要。好，但相当具有这个年度进步奖的冠军相。好，那这边。立群哥，哎，也不是空手而来，我有带一些道具，上道具。好，那一人帮我抽一个哈、哦。那这个宗显就是抽蓝色的嘛，好，那姬宏就抽黄色的，好，那军人就帮我抽橘色的，好。那这个道具看完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请三位来帮我把这个签诗转过来给我们的镜头，还有所有的球迷朋友来看一下？好，宗显看完了吗？好，来，看完了。好，我们首先先访问一下宗显了哈。好，来，宗显抽到的是第五签大吉。什么是第五签呢？因为今年是你中华职棒的第五个赛季，表现也相当的稳定。好，那宗显是不是一开始把立群哥这个3天3夜没有睡觉，然后写的这个签诗哦，然后给大家来帮我们念一下吧。来，钟姐，我们给这个镜头看一下。对，好，同时我把这个签诗跟大家念一遍。我念了，哎，对，哦，春去秋风，哎，春春去去秋秋来。来，处处雨载，中见犹及繁花开，攻守俱佳攀巅峰，不可多得好行彩，哎，列。哦，耶，是，我们就把你的名字，这个中写，然后有个谐音，把你圈起来。觉得我这个签诗写得怎么样？Very good。哦，是，好，你怎么突然讲英文的？那我们接下来用英文访问吗？先不要了。OK，先不要，是不是？好，那这个签诗是否也符合你今年一整年表现很稳定这样的一个写照呢？的确。嗯，的确哦，好，谢谢你，宗协，我掌声鼓励一下哦。好，接下来哦，来我们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姬宏。好，姬宏，你的第三签也是大吉。什么是第三签呢？是代表你在台湾大赛第三战呢敲出了三分打点的全垒打。好，这个第三签。好，那么是不是也帮我们来念一下？哎，我写得很辛苦呢。内外兼修求突破，专心致志赢家机，黄山砥柱或肯定，大展宏图任我行。哦，好，所以我们也把你的鸡跟红哦圈起来哦，那把你的这个名字放在谐音哦，那放在我们的这个签诗里面。那你觉得呢？哦，就说过去几年在这个二军的表现哦，到今年在一军然后有非常好的一个突破，这个签诗有没有符合你今年球季的期待以及表现？倍儿棒！好，多说一点嘛。好，除了倍儿棒之外呢，还有什么吗？就真的是看得出来很用心呐、啊，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平常不会去讲的。对。好，那么掌声给我们的许继红。好，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军人这里。好，来第十签，大哥，知道为什么是第十签吗？因为这个。啊，对，厉害，就是在台湾大赛第一战的时候呢，10个球投出了3次的三振。好，那也是大吉。好，来帮我们来念一下好吗？统一牛棚一把青，风驰电掣噬万钧，十球三振首胜利，威风凛凛无人敌。哎，无人敌，无人敌啊！怎么突然变鼠来宝了哈？好，所以也把你的这个人跟军写在一起了哈。那也一样啊，你觉得这个签诗写得怎么样？有没有符合你在今年球季一整年稳定的表现呢？写得很好，有啊。除了写得很好呢，哎，我写那么辛苦，3天3夜没睡，好歹撑就这想个再说，多讲一点嘛，好不好？我的名字也可以，就用成一个诗这样。谢那谢。你觉得这个是？哎，谢谢，不谢。好，你觉得这个签是谁？我写的哪一个比较好？还是你觉得都很好？都很好。哦，都很好。好，那这三位哈，这个宗贤呢是第五签啊，大吉。然后呢，姬宏呢是第三签大吉，哦，然后呢，军人呢是第十签大吉，都是大吉。但是呢，今天只有一位拿下年度最佳进步奖，华君，哎，请问我刚刚演的怎么样？我很怕你接下来要往另外一个路线去发展。好，那要不我们来看看，哦，好，到底这三三位位球员好的表手现。在解签的立群主播的服务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透过画面来看看三位好手今年球季的精彩表现。回来胜军人，打到了三垒方向，三手接球之后，遍布成网一垒，
水球打出去，内野的反弹球，哇，那结果真的是 double play 出现了。能不能延续攻势？挥棒落空，最后郑俊仁投出了再见三振。观众朋友啊，有机会哦，生涯的第六支全垒打真的出现了，老天爷啊，九支安打有六发的全垒打，接收击垒上都有跑者，这一棒扛得漂亮，在中右外野之间落地形成的安打，许基宏突破了罗莉的封锁，这一支二垒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左半边的滚地安打，中间方向的林飞安打，眼内侧，哇，右塞打四支四，相当的精彩哦。哦，三垒方向，这个球界内，上半李宗贤，哦，这个球界内安打六支六，哦，富邦队史首位单场六安打。年度最佳进步奖，我们要特别邀请到的是九富裕工业有限公司的杨龙茂总经理上台来为我们颁奖，欢迎。九富裕在今年的台湾大赛捐赠了10万片的口罩，提供给所有的球迷朋友以及工作人员使用。那今天我们颁奖典礼现场的口罩也是由他们公司提供，也请为我们揭晓得奖者。2020中华职棒年度最佳进步奖，得奖的是郑军人，恭喜郑军人，欢迎上台。好，迈入职棒生涯第四年的郑军人，今年初赛场次大跃进，啊，拿到17次的中继成功，排在联盟第三，也是教练团相当重要的牛棚成员，恭喜。谢谢颁奖人，先请回座休息。请军人来发表一下得奖感言。会长，然后秘书长，然后就是那个各位的领队，还有各位记者，还有大家好。好。我要谢谢就是统一球团，就是让我加入统一师，然后也要就谢谢教练团，然后谢谢大饼战，就是对我的不离不弃，然后指导我很多，然后也要谢谢就是学长还有队友，没有他们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进步多少，然后最后就是也要谢谢家人，就是从我打棒球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然后支持我，然后让我放心的去追我自己的梦想，谢谢。好，再次恭喜郑俊仁选手，那么请回座，谢谢。好，拿下了职棒30年年度最佳进步奖。先打个岔问一下国师，可以姐先。